是强化医院科学管理水平，全力保障极危重症患者救治，要求三级综合医院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设立极危重症患者住院综合过渡缓冲病房，依据患者病情做好分级分类的筛查，采取隔床或一间单人等收治方法，降低院内交叉感染的潜在风险，